一般的守门员估计来不及伸这手啊。对啊。啊，补时一分钟的时间，克拉罗夫。哦，漂亮！上半场结束前，巴洛特利很另类的一种庆祝啊，似乎不是特别兴奋，但这个球其实对于曼城来讲是挺重要的啊。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，45分30秒打进了一个球。我真的是他本身的身体的素质啊。啊，这球一来开的球速很漂亮，往外就往外旋，啊、正好接地顶一下、啊，这个球速就非常快啊。可能后边的理查兹又给他一点力量啊。这次判点就还是相当准了，嗯，1-0，理查是关键了，他的右手啊，帮他的背部推一推啊，巴洛特利主要是把那个我们所说的脖子还有说腰位锁住的话，再加上理查在后面推一推，好、啊，这个原来是双剑合璧啊，让曼城是取得1-0的领先，这样国际米兰在下半场也许要更多的打出一些攻势足球，让我们期待精彩的下半场的比赛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稍后再见，嗯。